出炉士第八个名喺今日大年初四现身机场，由于武汉肺炎肆虐，马明都戴上口罩接受访问。佢就透露会到新加坡登台，同台演出仲有另一位男神郑伊健。对于肺炎而家嘅疫情相当严峻，问到搭飞机会唔会担心，马明就话：自己小心啲咯，都冇得担心噶啦。因为其实我前两日原本有一个系翻内地，咁就 cancel 咗。去邊一個地區？佢去咗惠州嘅，咁就 cancel 咗嘅。咁咪自己小心啲咯，同埋我諗新加坡應該都安全嘅。嗯，咁自己有冇帶即係隨身有冇做？有啊有啊，手罩啊、消毒嘅手巾啊，我咩都帶曬。去年會唔會去嗰邊睇下有冇啲口罩賣？即係我哋頭先先講緊，我覺得新加坡應該冇搶購得咁緊要，應該可能新加坡會可以買到翻嚟。係咪即係會去口罩啊啲嗰啲？係咯，睇下買如果有就買啲翻嚟。係啊，同埋希望香港快啲，大家容易啲買翻到口罩。係啊，呢個大劑就要等政府公布。